要往树上爬，看咱们了。这要照下来太好了。哎呀，太给咱面子了。大的小的都会啊。他可以骑在骑在树上。对，他就喜欢在树上。对，你说整个啊，对吧？什么打扰？虽然说没有风雨，还睡个好觉，睡眠质量。还有一个，它可以的，就是爬到树上去，方便晒太阳。您的意思就是采光好，采光好，它因为你要不然的话，它还是保暖，就需要消耗一些每天都吃的东西，就是为了。那不行，得有那个反光的。那可以喝点吗？对吧？整点面包给它吃。人参蒸。这边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哎，又回来了，快点转圈了。对，现在来，嗯，这边坐一下。是不是想回去睡觉？嗯。啊，爬上去了。是说的吧？哎，这么快爬？又快。视频这个货是到这边多少钱了？3800吧，现在3800。这保证你是保险公司扛车的，放心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主要是这件生意妈的不景气，不知道什么。喂，嗯，哎，好好好好，我给他抹，我给他抹。
开拿进去。消沉了。我不愿意啊。这开始玩了是吧？没有，那是要上学了。没有玩过。好的，他们那些人都想着什么？什么都要玩，我操！哦，马上。在上面。哎呦，养的很的喽。上面了，把头包了，头发了，当裤子嘞。他抢到的。他那熊猫不收吗？他可以活几辈子。
还没到，还得。还有吗？还调不着。这边。呀，你这太活跃了，搁这。不像那些家伙，那一趴。我可难喝了。这呼哧呼哧，这喘的。我们看什么人吃？哎，有没有痰水？下来朝这底下来啊，他刚才就在这块转呀。这不爬树也不打，小李子可能没有在这看。你这里？看不到。等好了，拆了。为啥是你弄啊？发错了。你刚刚看个东西，我还不说话了。一直看一直看。哎，没了。哎呀。这是可能是海龟的。应该是。哇，看到这么多。
可以啊，要不然会太长了，看你那个走路。他光在这儿打转转不行。走吧，咱就看那个景了，去吃点饭。嗯，是的。一会儿那个景又看不完，他就这样，不行，走路。他就是打着两阵。什么？这是出国玩的。现在开始训练了啊！躲在那个山的背后休息。哦。他对训练比较敏感。哦。这是小猫啊。这是别的猫啊。当时因为之前这边全部都是这种岗，然后打了那个。そうですね。いいよ、シャンシャン。そう。あんな急車。一回戦。来るんですね、うんちがある。それ感動だよ。落ち着かないな。Thank you.